叮咚叮咚，哦，这把我们赢了。这把我们赢了。别不来呀，赶紧选这个吧。好，一会儿主攻我就选曹丕。时尚，快点把牌子补一下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言出此口，入于无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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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皇叔武进，吾与关将军已到。吾等非君，法叛乱，朕蛮夷。兵略者，以战胜攻取之术、行击之势、诈决之变。手细料有所宽，为上人民不久必至。对的。青岩巧语解君愁。主他手牌也是，乱世开始了。
顺手牵羊。是。
而且我也没有什么那个空间。哇，兄弟们，我这手牌简直无敌啊，我靠，这简直无敌。这一波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装身份以及求稳型的王品。当然你们装身份要考虑好收益啊，这一轮真的是我起手把身份标全了以后，考虑到红源不练师的安旭和七八号位这个特殊的位置我才去装的。大家不要说是你我随随便便二号位就装，那也许一二号位联动把反贼打崩了呢，对吧？万一三号位像个忠臣，你赶紧跳中二三联动打崩反了，这个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对不对？诸葛瑾不练师比这个远之位的贾诩钟会肯定是要相反的，这个所以说你们要考虑好这个思路，不要无脑装，要考虑到收益问题。江夏冲耀之地，孩儿愿往守之。我先看杀一刀，看他是什么情况。他竟然不是一张闪，不是一张闪，有可能就不是一个红了吧？最多是个桃，拆他手牌盯他。乱世，哦，我的是吗？哦，对不起。山地崎岖。也挡不住匪军迫势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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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之变，对，就这把是真的是明面收益太高了，你们懂吗？哎呦，还好我们家贾诩，不会有个连弩什么吧？嘿，这小默默还不愿意收，其实我觉得，既然我的队友不愿意给收，那我们就救了吧。诸葛瑾不会觉得我们在鞭尸杀了投降呀？诸葛瑾不会觉得我们在鞭尸吧？这没有那种这把是不是我们装身份一波收益确立了胜利的基调？先保。